近日 Alaya 粉丝团晒出了陈冠希一家三口度假的照片，照片中陈冠希抱着女儿在水中，帅气的冠希哥侧颜帅呆了，对女儿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，眼里都是女儿。看到 Alaya 的萌照，网友纷纷说，望着自己的小肚肚叹了一口气，太美了吧，漂亮到模糊。 Alaya 还在视频中说英语，小奶音乖巧可爱。陈冠希刚刚结束演唱会就赶紧跟老婆和女儿会合度假，陈冠希除了工作之外就是陪老婆和女儿，一个十足的好老公好爸爸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